朋友，小朋友好，我是儿童学易经的小芳姐姐，欢迎大家收看儿童学易经节目，大家来念鬼谷先师天的经。我们今天一样来到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节目内容包含有念读鬼谷先师天的经、儿童图画创作，还有律动舞蹈哦。是课小朋友们，有没有看过家里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在诵经的时候会拿着这张黄色的纸呢？它叫做文书，就像是奖状一样，要写上名字以及祈愿的内容，这样对方才收得到这个礼物跟功德哦，愿望也才会实现。在读经的最开始以及结束都要各念一次，这样我们祈愿的事情才会有效哦。在这个地方写上自己的名字、经典的内容、诵经的次数、自己的姓氏、祈愿的内容，最后是自己的名字跟地址及诵经的农历日期。别忘记男左女右盖上自己的大拇哥手印就完成咯。节中拂晓过，寂寂未寂。今天我们一起来念读鬼谷先师天德经第二段，请小朋友打开《鬼谷先师天德经》，或者可以跟着画面的文字，跟着我们一起念读哦。小朋友准备好了吗？预备，开始。王侯将相，贩夫走卒，诸法界一切众生，其缘如一，其德如一，其心如一，其性如一。一者义也，义者心也。由始至终，皆由一点灵光聚合如一，遍照无量劫来光明世界，众生如是，天界圣神诸仙佛菩萨，顶首之光永不生灭，亦无增减，故众生之顶首光明境界中，本心皆以奉自至尊玉皇大帝，故世人曰：人之顶上三尺有神明，有天公祖，有玉皇大帝。故混元习义言义，了知光中世界万佛万圣尊，是名玉皇大帝，位居南天顶首世界中。身穿金色九龙袍，首顶冠带万丈光芒智慧帽，身居乾宫南天世界，德威显赫。玉帝身居六方弥河中，东西南北上下有天王守护神。人生万物法身亦居六方弥河中，故玉帝为心、为圣、为德、为智也。人应尊天、敬天、顺天、和天、方至天、方统天、方达天、方圣天也。天之德，名天德。天德者，无量光明普照大千世界。欲达天德，必尊玉帝之德。玉帝之德，是为三三天王之德。三三阶层之德也，亦名三三法门。其法门殊胜无伦比，是名三三天王顺号。若有众生欲成就玉帝之德者，可依三三天王圣德而修，日念此宝告，供养此宝告，力行此宝告，即是身居三三天宫中，日夜与玉帝相伴，听闻玉帝慈悲教诲，并与诸天王同在，同登正等正觉之位也。鬼谷先师随即开示三三天各个天王宝告妙法曰：玉皇大帝居南天，首顶光明无等伦，念念光明无遮障，慈光普照三重天，三阳开泰万圣尊，天德慈光照众生，不分贵贱皆普施，同登同证大团圆。三三天宫有天王，
天王圣德如玉皇，分布六方故中宫，尽则尽直得无穷。第一天宫居北方，天王圣明水晶王，大智大慧资众生，甘露法语润万民。第二天宫东北方，天王圣明虎威王，神威显赫驱魔分，慈悲度引护苍生。第三天宫在东南，天王圣明土龙王，千乘万载众生业，其德其人如玉皇。第四天宫居南方，天王圣明炎龙王，光明无量三重天，慈光普照迷路人。第五天宫位西南，天王圣明慈龙王，身白光洁尘不染，面慈心善度众灵。第六天宫居前方，天王圣明金龙王，威震八方无能比，赐福众生灾不临。第七天宫居北上，天王圣明水龙王，普降雨露利众生，万物生发居其宫。第八天宫东北东，天王圣明文昌王，木火通明智无上，大智圣慧永光明。第九天宫上东南，天王圣明仁惠王，生命活力无穷极，助佑五气皆朝元。第十天宫朝北斗，天王圣明金狮王，金狮好吼说善法，弘法利生不辞劳。十一天王北西宫，天王圣明慈德王，指引众生皆空性，满愿圣众生西方。十二天宫西北上，天王圣明天龙王，空心包容诸法界，智慧如海度苍生。十三天宫癸水方，天王圣明宝灵王，柔性治国得民心，光明无碍遍十方。十四天王正宫上，天王圣明甘露王，天温天灾永不侵，风调雨顺五谷登。Hello，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你们会念《鬼谷先师天德经》吗？家里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有没有带着你们一起念《鬼谷先师天德经》呢？跟着维新姐姐一起大声的念哦，等你们。儿童学艺机募集小小演员上电视咯，可以请家里的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妈拿着手机录着小朋友读诵鬼谷先师天德经的影片30秒，回传到我们维新电视台的官方 LINE， 就有机会让小朋友可爱的样子一起上电视哦。回传的时候别忘记要有小朋友的姓名或者是小名，还有联络人的电话跟姓名哦，等你们哦，拜拜。小朋友，刚刚由维新姐姐带大家导读《鬼谷先师天德经》之后呢，现在由其他小朋友带着大家一起念《鬼谷先师天德经》，大家准备好了吗？预备备，起！众生如是，天界圣神诸仙佛。
时光普照三重天，山羊开泰万圣灯。水生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